受到许多民众喜爱的霹雳布袋戏现身高雄博尔特区，800坪的超大会场集结了上千件的戏偶，还有武器道具，甚至呢剧中各种的经典场景也如实重现，让戏迷非常兴奋。转身采着莲花从天而降，随即化成3个分身，准备带领民众进入霹雳的奇幻武侠世界。一路魔剑杀入隧道，布袋戏当中许多经典的场景全都如实呈现，还有深受戏迷喜爱的霹雳英雄，在这儿通通看得到。很好，很喜欢，很生动，很霸气啊！感觉我把那个气氛用出来，后面那个三教先天那些部分。我觉得还蛮壮观的。霹雳武侠艺术大展在博尔特区热闹展开，800坪的空间，除了有各式各样的戏偶、剧中武器，还有这个真人比例的素环针，更是超级吸睛。我们现在在高雄也有新增了一些目前在剧中最新最当红的角色，像是卷收天、云无香两位当红的人气新角。里头还有一个15分钟的小短片，民众只要戴上 3D 眼镜，就可以进入剧情当中，享受刀光剑影的武侠世界。记者吴国珍、李思贤高雄报道。